冼靖峰出席将军澳一个商场的奥运活动，他除了大显身手接斗袋之外，亦都现场唱了两首歌。被问到最近一个音乐程式的排名榜上面，他的名次胜过人气王姜涛，他就谦虚地说：我觉得其实没有，其实我自己都没什么真去留意这件事，因为我觉得都是做好自己最重要，尤其是我刚刚出了新歌，所以自己都忙着宣传首新歌，所以自己好想好想我有个心愿，其实好想可以出到一首歌，可以是大家都听过，还有是会有共鸣的一个作品，这个比较重要。想用什么主题为主，即是爱情啊、人生啊，还是什么呢？这首刚刚拍台就是关于爱情的，但是其实接下来有一首我自己都很喜欢，也都起码我在首歌里面找到很大的共鸣，就是一首励志歌来的。係啦，咁我亦都好 look forward 到呢個班底啦，咁希望呢首歌出咗之後，大家都會中意。幾時會出咧？未知，應該都快㗎啦，抱埋呢首歌先啦，聽住呢首歌先啦。